心，天天开心，新恋爱趣事光临。遥遥问你那个人，已有个人，我却是个老人。咦 ，Hello， 欢迎翻嚟喺度嘅。咁我头先咧，我练紧歌俾你见到添。咁我叫做 Sita 陈希怡啦。咁系今年2012年嘅乐坛女新人。咁头先咧，我唱紧嗰首歌咧，就系我自己最新派台嘅歌曲啦，《望穿》咧，亦都系我自己第一首作曲嘅作品嚟嘅。啱啱出碟嘅心情啊，咁啊其實好開心啦，因為啱啱就推出咗我第一隻個人嘅專輯啦。咁其實喺呢個籌備嘅過程裏面啦，都差唔多有一年嘅時間啦。咁由揀歌開始到依家真正見到隻碟去面世啦，咁其實個感覺好似生咗 BB 一樣咁開心啦。咁好多謝一直幫我籌備呢件事嘅所有朋友啦，有唔同嘅製作音樂製作單位啦，咁亦都有我公司嘅經理人啦 ，Paco。去帶領我去邁向我呢個夢想嘅進發啦，咁所以好即係個感覺覺得好夢想成真，可以見到周圍都係自己嘅廣告啊或者宣傳嘅poster 啊咁樣啦，咁因為個感覺覺得我自己真係好 officially 咁樣去 launch 咗呢個音樂嘅市場裏面，俾大家認識更加多關於我自己嘅音樂啦。咁喺呢個碟裏面啦，其實叫做 Crazy Love 啦。咁顧名思義咧，除咗係因為係我其中一隻派台歌由側田所寫 Crazy Love 之外啦，咁其實其他碟裏面嘅歌曲咧都係比較屬於情歌嘅。咁不過有唔同嘅種類啦，有開心嘅情歌啦，有悲慘啲嘅情歌啦，有啲輕鬆啲嘅啦，咁亦都有啲係關於姊妹，即係關於朋友嘅感情啦，或者係關於一啲童年時嘅片段嘅回憶啦，咁所以裡面都有包含咗好多情嘅元素嘅，咁希望大家中意啦。我好高興今日見到你啊，粉紅貓。